这个项链是什么？是这个是那个麒麟霸的罐子，一开罐的罐子，一开罐的那个拉环。你做这个大概几个啊？328。那是你自己割的吗？对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战机。执行弹。执行弹。人家才不会说我逃酒。闹。感觉两位应该有辉煌的战机。有吃过直男吗？举手，举手，举手。有啊。要得分才会有荣誉奖。对，运动选手吧，读体育班的啊，或是，反正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感觉比较壮，会抬得动我。哎，直男的口感怎样？你在吃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很优越。没有，你吃的时候感觉就会觉得说你在人家之上，边吃然后边爬山那种感觉，登峰喜马拉雅山，太夸张了。边吃边爬山，哎，坏蛋，坏蛋。你们现在几岁啊？15岁。你们确定可以录这个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如果家人看到怎么办？不会啦。好，你敢讲，我们敢听。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一个。在一起多久？1年吧。3个月。绝被偷欢喽。这也是直男。直男吧？你怎么知道直男的？但就是套住了圈套了。哎。分享一下的方法啊。但就是一直勾引他。对他好啊，一直帮他买早餐啊之类的。投资直男有风险，申购前请详阅说明书。是什么样类型的人？就是那种很阳光、很阳光的运动类型。在这边会用交友软件吗？会看，就是自己圈里面有没有。那是不是都会彼此认识啊？会啊，对啊，就圈子就这么小。那你呢？你那一年的男朋友？就高壮，然后又运动的。那你们到积累了？就差点积累，但是我就啊。干嘛害羞啊？有拒绝啊？干嘛是你拒绝啊？因为我们刚刚连续采访了3、4位，他们都吃到直男，所以台东真的还有直男吗？真的吗？还有很多啊。最后还有什么想分享的故事吗？人生中，我只想讲一句话，想请说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议题，是，然后他很可爱哦。Drive the action to Oh yeah baby. 东区音乐季的冠军得主团体的女主唱，我是 Claire in Pajama 的主唱，睡衣玩家。那你们这次得了第一名，那你们这次排练多久啊？2小时。你这会播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就这样。就在下面听到你独特的唱腔，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怎么样唱高音，然后是有一个，就是一个空空的声音，怎么空空？那个空空的声音有点玄妙。好好好，对，那个东西叫做头腔，就是一个的声音。对。然后通常比较多都是。女声乐家，女高音就是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！再一次，我是吗？刚才声太响了啦。可以，有抓到那个。真的很厉害耶！这是我们住的民宿，叫做路过境民宿。